最新款雕刻机 HH-R01 engraving。 操作步骤如下，首先锁上漏风支架，连接 Mac Motor 锁定，连接脚踏开关，连接热风枪，锁紧。连接打磨手柄，锁上道具，连接电源，开机，此为雕刻功能键，此为 Mac Motor 锁柄功能键，此为热风箱按钮，进入雕刻模式。雕刻模式包含四种功能，第一个较大空间力度，第二个脚踏控制速度，第三个固定力度和速度，第四个轻踩脚踏每分钟击打次数，脚踏力度跟速度可调，通过旋钮，此时再调力度，轻点旋钮即可调速度。每一个功能键都一样，都是相同操作。抛光功能，钻孔功能，热风，轻踩一次脚踏，记得钻孔工作，可用于迷幻热熔胶棒。再次轻踩即关机，当温度降下来后自动停机。